蒜片牛肉。我口水要流下来了，太舒服了。哎，他是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of My Dear Mandarin. Today is another vlog. See, where are we now? Yes, we are at Tai Di Lao. Today's vlog will also be using Mandarin. Let's practice Mandarin listening together. Yeah, 今天好开心，因为我们要去吃海底捞。我超爱吃海底捞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呢？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们吃火锅的经验哦。海底捞能在众多火锅店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看看吧。一进来就有服务员拿着 iPad 来给我们点单，他还非常用心的一一为我们介绍海底捞的特色餐点。三鲜的话呢，比较清淡一点的，三鲜喝起来有四个汤的味道。你们要吃什么锅？我们开始点餐喽，先来选锅底，这次选的是番茄锅、孜然羊肉锅、清油麻辣锅，还有最新口味燕麦奶锅。清油麻辣锅是可以自己调整麻度和辣度的，我们这次点的是减麻减辣的。没有点太辣是因为服务员提醒我们锅会越吃越辣越吃越麻哦。之后呢，店员开始给我们各种装备，这是海底捞才有的服务哦，你不要到其他火锅店也让店员拿围裙给你哦。没有，你要穿围裙吗？避免衣服弄脏。好啊。首先，你获得的是围裙，这样吃火锅的时候，衣服就不会溅到汤汁了。接着是包包套，常吃火锅的人应该都知道，吃完火锅啊，身上会有浓浓的火锅味。所以啊，我把我的包包都套得严严实实的。如果有戴眼镜的人，服务员还会询问你是否需要眼镜布。如果是长头发的女生，也可以向服务员索取绑头发的发圈哦。装备整齐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锅底，长这样。哇，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汤底煮开后，服务人员会来问你要不要喝汤，还会问你需不需要肉末加葱花。我呢是每次都要了，肉末加葱花再加上汤，真的喝起来很香。我们先请 Bruce 来喝喝看番茄的汤底。好喝吗？番茄蛮清甜。然后请 Iris 来喝喝看孜然羊肉汤。现在我要喝的是羊肉的，有一个很浓的羊肉味，超好喝。最后呢是这个奇怪的燕麦奶汤，是同行的友人点的。我听到的时候只觉得，超级奇怪。我现在喝的这个是燕麦奶口味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刚刚他帮我们加的猪肉末跟一些葱花。燕麦奶喝起来甜甜的，就跟我们在星巴克喝的燕麦奶一样，有那个燕麦的味道，然后加一点咸咸的味道，可是它刚好把它的特色整个都勾出来，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然后这个燕麦奶的汤呢，是台湾大概是今年吧，2023年今年刚新引进的一个口味。燕麦奶的是。在等待上菜的同时，除了喝汤、穿装备，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制作火锅的灵魂——酱料。
在台湾呢，火锅店无论大小，几乎都会有酱料区，客人可以调制自己专属的酱料。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大家都会调配不同的酱料。在台湾，一般的火锅店最经典的酱料就是沙茶酱。沙茶酱可以被称为是台湾的国民酱料，但是海底捞是大陆的品牌，所以每次来吃啊，我都会选择在台湾比较少见的芝麻酱作为我最主要的酱料。台湾人和大陆人都很喜欢吃火锅，芝麻酱是大陆人最爱的火锅酱料之一。芝麻酱吃起来非常浓稠香醇，在辣锅中涮好的羊肉沾一点芝麻酱，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绝！调完酱料就可以准备吃火锅啦。先来吃吃看海底捞非常有名的小酥肉，可以先沾一点胡椒粉吃，超好吃。喜欢吃辣的人也可以把小酥肉放进红汤里面，沾一些火锅的辣油，吃起来会比较辣，但是非常香。接着我们就继续吃，因为太饿了，所以先吃再介绍啦。吃着吃着，我们就迎来了海底捞的第二大亮点——川剧变脸。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献上一个绝活。麻辣火锅啊，起源于四川。海底捞呢，也就把四川地区的特色川剧变脸引入餐厅，让食客们不只在味蕾上得到满足，视觉上也能大饱眼福。你们看 ，Iris 还跟变脸师傅比爱心，他超开心。看完变脸，我们就继续吃吃吃。服务员来帮我们下虾滑了。虾滑呢，就是用虾子打成浆，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佐料混合而成的。沾一点他附上的酱汁一起吃，吃完真的觉得好幸福。超好吃，可是很烫。再来涮片牛肉。吃火锅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一直涮各种的肉，其中呢，我最喜欢羊肉。你们吃火锅最喜欢吃什么肉呢？那 Bruce 呢，最爱吃的就是巴沙鱼啦，几乎整盘鱼都是他吃掉的，可见他有多爱这个鱼。他吃起来口感是比较软软滑滑的那种，非常的好吃。这一道呢，是我最爱的豆皮，你看他那个汁水哦，我口水要流下来了。响铃卷，这个是来海底捞一定要吃的，因为在台湾好像没有火锅店有这个东西，来海底捞才吃得到。之前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这个响铃卷加虾滑放下去一起煮，但是因为虾滑我们已经吃完了，所以这个吃法今天不示范。
看你要吃辣的还是不辣的，正常的都是吃，就是大部分通常大家都吃辣的，所以就会下一份在辣的这边。它的那个软度跟油条一样，自己决定你要吃硬的还是软的。所以我们这里一边下一个，然后是虾子。你喜欢吃虾子吗？我的话，我只喜欢吃别人帮我剥好的虾子哦。感谢 Iris 帮我剥虾，他说海底捞的虾子很好剥，说明很新鲜哦。捞面来了，来海底捞必吃的就是这一道捞面。那捞面呢，会有师傅现场拉面给你看哦。你看师傅还会跟你做一些小互动。想想哪一个？哎，这里好了。啊，大概煮2到3分钟就可以吃了哦，谢谢。你讲一下捞面的故事。我吗？对。他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故事。这个捞面师傅很幽默哦。那吃一吃呢，有一点饱，让我们跟着 Iris 的脚步，带大家来探索一下其他海底捞的服务吧。这边是美甲，他已经休息了。OK。他只有营业到10点，然后如果想要来这里做美甲的人，建议早上11点吃第一摊的， wow. 有机会，不然就是你可能中午时候你就来抽晚上的牌。对，你有在海底捞做过美甲吗？我们这次本来也想做，但是太晚来了，排不到。这里呢是个孩子的游乐场，有好多玩具哦。如果我是小孩的话，也会想来玩吧。再来，我们来做一下按摩椅，舒服吗？蛮舒服的，超舒服的。我朋友之前来海底捞的时候，直接按到睡着，按完之后感觉身上轻松了许多。如果没有时间的压力啊，我可能也会在这里睡着。按完摩也消化了一下之后呢，我们要回来继续吃猪脑。你敢吃猪脑吗？跟大家分享，我也是第一次吃，吃起来就软软的，有点像豆腐。最后就是甜点啦，我们点了红糖糍粑和炸汤圆。它的外壳脆脆的，然后里面软软糯糯的，然后加上红糖之后，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恰到好处。再来这个是小汤圆，它上面有花生粉，然后一样是沾红糖。它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是芝麻，然后因为它里面包的是芝麻酱，所以建议放的稍微温温的再吃，不然会被烫到。好啦，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你有去过海底捞吗？你有吃过火锅吗？欢迎在下面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餐点或服务，或是有什么隐藏吃法，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哦。我们下次见。但是我绝对不会去海底捞庆生，因为会好尴尬。晚上好，海底捞，我要吃冰淇淋。